国内最适合带父母去的十个地方，非常适合小娃三五天，有空了就安排走起吧。一、陕西西安，陪父母看看这座底蕴深厚的千年历史古城。二、辽宁丹东，陪父母去这座英雄城市，看抗美援朝的那段峥嵘岁月。三、西藏，趁父母年轻，也看看这圣洁的雪域高原。四、云南西双版纳，不能出国，就去这座充满异域风情之都。五、海南三亚，选个好酒店好沙滩，探探中国版马尔代夫。六、内蒙呼伦贝尔，去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策马扬鞭。七、贵州，贵州早已不是那个贵州，漂亮的让人窒息。八、江苏苏州，去这座古典的姑苏城，寻一方江南安逸。九、海南西沙群岛，打卡中国最美海岛，去过的人可以吹一辈子牛。十、北京故宫天安门，感受一下中国门面的魅力。如果说走就走的自我旅行需要一种勇气，那么带父母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则需要一些觉悟。我们总说自己向往自由，父母又何尝不是呢？